in the very forefront. South Korea, nothing at all. Today, South Korea, very, very forefront. You go to South Korea, internet, a whole movie you can download without problem. Here, you want to download a whole movie with a broadband speed, the snail speed, it will take a few weeks. So I take it to the Malaysia, put in the cell phone to it. 他们用发展，哪里发展？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发展。所以我说这一次的补选，2014年的补选，我们要在安顺，要做什么？要写历史，创奇迹，第二次，好不好？ 第一次，1997年安顺人民写历史创奇迹。现在我们要第二次的写历史，哇，妈妈一下才回来了，我们没回来，哇，有点美啊！第二次的写历史创奇迹。 平常有我们有这个车里了，一箭双雕啊！我说我们在安顺，不要只是一箭双雕，我们要一箭几雕？要一箭六雕，好不好？全世界哪里有一箭六雕的？不可能，一箭射过去能够 one arrow six birds。 Normally, one arrow, two birds already fantastic. One arrow, go through one bird, go hit another bird. I say in the Dalawin Tanbai election, let our vote be one arrow, six birds. 一箭六雕, 好不好? 第一条谁? 第一条谁? 我们的首相Najib, 对不对? 要射给他，因为我们的首相太没有用了的啦。我们有没有好首相？有没有好首相？你看，在槟城啊，哇，他们去创作议会啊，流氓啊 ，political hooliganism has our prime minister Dato' Sri Najib spoken up to condemn the political hooliganism in Penang Assembly. When they tried to storm the Penang, the DAP HQ, when they tried to storm the DAP branch in Kuantan, 我们的首相有没有对他们在这几天啊，政治流氓在槟城的州议会去闯槟城州议会，我们行动党的总部在吉隆坡去闯吉隆坡的总部。 我们在关丹的行动党的分会，他们也去干扰，所以这个是流氓政治，对不对？ This is political hooliganism, correct? 首相本来就应该站在最前线来谴责，叫警方抓到完，全部给他们控上法庭，吃咖喱饭才可以的，对不对？ 但是没有啊，我们的副首相说，很自然的嘛，因为在槟城州议会，我们的州议员雷尔，他讲话似乎不同声气，所以这种反应很平常的，我们可以接受吗？可以不接受？假使可以接受，你看，在这一年来，什么时常讲到？ 完全对我们的权益不尊敬的，完全不敏感的。你看最近 ISMA 他讲什么？华人是侵入者啊，不只是 orang datang intruder trespasser 侵霸者。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欺负人家的。假使我们像好像在。 不集团的这种反应，我们也生气，我们有权利生气，对不对？
有潜力神迹吗？有没有？我们在安顺，我看你也有几代的，有几代的马来西亚同胞，两代、三代、四代，不像内政部长，他的父亲、他的祖父还是在爪哇来的。我们有比更久的，哪里把我们的先人当作是侵犯 trespasses intruders？ 所以我们生气。我们可不可以去乌统大厦、乌统的总部啊？去要说要烧，去烧乌统的总部，可以吗？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这个不是个文明的一个政治，我们要一个民主的政治，我们一个文明的政治，不是政治流氓，不是流氓的政治。所以副首相好像变成了伪副这种政治的流氓行动。我们还记得穆希丁当纳吉首富一个马来西亚的政策，什么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政策？他说在一个马来西亚 One Malaysia， 所有的马来西亚人应该把自己当作是马来西亚人为先，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地区次要。但是穆希丁讲什么？他说他是马来人第一，马来西亚人第二，这种哪里有资格做我们的副首相，对不对？有没有资格做我们的副首相？他有资格做乌统的副首相，他有资格做马来人的副首相，他没有资格做马来西亚人的副首相，对不对？所以我5月31号我们要投这张票来教训他们。1600雕滴滴雕就是拿进，这一年来完全无人，完全无用。你看在2个月多了，其实3天了，马航370失踪了，全世界的笑柄。现在马来西亚人出国不敢讲是马来西亚人，给人家笑。2天前在意大利罗马，一个马来西亚人买大飞机，他说他是马来西亚人，人家就笑他，哦，飞机失踪了，还没有找到，多么丢脸哦，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子发生？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架飞机在哪里啊？哇，他们开始找南中国海，找了一个礼拜，来马六甲海峡，来印度，贝尔贝国、安达门西，后来又去到印度海洋南部、北部，查找了2个月。现在有人说你找错地方了的啦，不在那边呐。所以239个人呢，大可跟陈岩这样子，全世界这样在太空、在天上这样子失踪了，看不到了，消失去了，哪里可以这样发生的？更加严重的就是3月8号1:21，当那架飞机从私人的雷德失踪的时候，在 RMAF 马来西亚的马航的空军，他们还有雷德，他们还有看到这架飞机飞回来，这架飞机飞回来，但是为什么要去追究？没有去查。所以整个证明整个政府的腐败无人，完全没有能够真正能够有效的来做一个好政府。所以我们需要能够代表人民的敢言敢怒的国会议员。所以1件6条，第一条拿进射他下来，第二条穆希丁射他一件，好不好？第三条，第三条谁？老马，对不对？
老马，我们应该乖乖成为我们第三条的对象，来告诉他，我们不需要你这种腐败、这种的保守、这种的过时的言论了的了，对不对？你看戴安娜，我们拍戴安娜出来，哇，他骂戴安娜的母亲，他骂戴安娜的父亲，因为戴安娜母亲是不同的党员，他的母亲杨幂是不只是霹雳州，是马来西亚的巫统集团的第一位行政秘书，第一个，他骂了，他的父母又用的又家教，孩子也不会教导，啊，应该尊敬巫统，效忠巫统，留在巫统，哪里有留孩子离开巫统不要紧，参加行动党更加糟糕啊！做行动党的候选人来对付国政，他说这个家庭家教没有用，对不对？没有用吗？我说很有用。戴安娜的母亲杨幂她回答，她说有，我曾经要教导，要确保戴安娜成人好像穆克里斯，你们知道谁是穆克里斯吗？穆克里斯最大的，这是最大的周大臣啊，马哈迪的儿子啦。我要他说他要希望他成为好像穆克里斯，但是他不要，他要成为马丽娜，对不对？成为马丽娜，你们知道马丽娜是谁吗？也是马哈迪的女儿啦，马哈迪的女儿，但是他的想法比较开明，跟他的父亲完全不同的。他的父亲很保守，很专制，很野蛮，他的女儿玛丽娜很开明，非常的爽快，他甚至说戴安娜是个好的一个候选人，能够想，能够写，能够讲，比很多的政治领袖更优秀，这个就是玛丽娜。所以而且马哈迪最近22年马来西亚有这个今天堕落到今天的地步，马哈迪要负起最大的责任，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司法，我们的整个经过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就是马哈迪一手造成的，把整个马来西亚在独立之后，我们是亚洲除了日本以外最发展的国家，在马哈迪做了22年的首相，现在输给南韩，输给香港，输给台湾，假使我们不立刻来改革，立刻来换政府，有可能会输给越南，输给泰国，输给印尼，输给菲律宾，变成一个非洲国家了的。所以我们第三条就是老马，第四条谁啊？民进党，对不对？马秀强还要安顺的人民救民政，要救民政，因为民政要完蛋了的了，民政在冰城已经奄奄一息，可能一息也没有的了。假使在安顺能够中选，有可能民政还有希望啦。所以马秀强希望安顺人民能够救民政，但是安顺人民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们应该救的是什么？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将来，而不是来救没有用的，一定是完蛋的民政党，对不对？救民政党什么用？救民政党什么用？要救我们的子子孙孙，救这个国家。你看最近他就是做，他们说他会做部长啊，这是重选做部长，做傀儡的部长有什么用？56年来马华不是有4个部长，10多个副部长，有什么表现？到今天变成 7-11 7-11 7个国务委员，11个州议员，现在他们要爬回去，
希望牧统会给他，牧统会给他三个部长跟五个副部长的职位。但是民间同样的，民间党希望能够得到一个部长的职位，但是完全是没有事权的，完全是傀儡的。因为你看，在德雷恩丹的补选就是很好的例子。马秀强说，我们要一个前进界的竞选，不要人身攻击，不要人格谋杀。The Gerakan Dr. Doma, the candidate says, let's have a clean election. No personal attack. No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But the personal attack on Dana Sofia in Malay Kampungs increasing in intensity, intensing in venom, increasing in volume. 这个在马来看过吗？他们攻击 Dana， 哇，非常凶，非常恶毒，非常阴险啊！马秀强不知道没？还负起责任吗？他是整个候选人，他不能够阻止，他有可能没有权力阻止了。好像民政党在国政、联邦政府也是没有权力的，不能够阻止的，只是能够做应声虫。好像戴娜还没有宣布戴娜成为候选人 ，Internet 网际网络就出了一些相片，在乌统的这些的 Cyber Troopers 乌统的 blog 出现了哇，穿比基尼的相片。在回教徒来说，穿比基尼是一个非常非常要不得的不回教的行动。哇，你看，要告诉人家说，戴娜不是个好女孩子啊，这个坏女孩子啊，没有道德的，穿比基尼。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反驳，网际网络的那些网友立刻已经去反驳了，他们就去找我，这个不是戴娜，这个是菲律宾的一位明星波林露娜。因为这些都在网上很多，所以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也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证据证明是乌统做的。但是昨天今天传单在马来甘榜在发了，有这个穿比基尼的相片，有指责这个就是戴安娜，所以很明显的谁做的，乌统做的，所以要负起责任。马秀强要负起责任，对不对？对吧？那你这样卑鄙的行动，这样下流的这个宣传，骗，完全是骗话。但是他们希望在马来甘波人民不知道啊，证明戴安娜是一个没有道德、没有为不个好的女孩子。所以不值得支持，所以我要马秀强公开谴责，公开表明立场，要告诉那些在马来甘榜乌统的助选团，叫他们立刻阻止，而且开除这些人，进行一个公开调查，开除这些人，好不好？他有个人不能够做了，他做不来了，他没有权利证明。他是只是在我这里面真正的是一个傀儡的一个角色。所以第四条就是民政党没有用了，民政党要安顺人民就民政党，这个是违背了整个国家人民的前途。安顺的人民要救的不是民政党，完顺人民要救的是马来西亚国家，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前途，好不好？这是第四条。第五条当然是马华国会咯，一箭六雕，第五条马华国会。你看在八一马华的总会长廖仲来最终来了，
然后中来，去中来了，哇！上个礼拜，不给俄国补选，他不敢去哦。本来是马华的选区啊，马华的候选人，他们不敢参加，加苏加西加苏啊。明天他们投票了，卡巴辛非常不幸的去世了。我们派候选人让卡巴辛，我们希望在6月9号，6月9号当国会在开会的时候。 被会算是为Booking Group的新的国会议员，好不好？我们也希望Diana Sofia也会算是为安顺的新的国会议员，好不好？这是第5条了，第6条小条了，小条，印度国大党也要干掉了，没有用了，所以一箭6雕。 这个是写历史传奇迹哦！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一箭6雕。假使能够成功的，3月5月3十号过后，你们到处去马来西亚跑，就可以说我是安顺来的。我们一箭6雕，好不好？一箭6雕，哪里能够一箭6雕？就安顺这里。所以这次的补选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这个不选，现在很明显已经6天了的了。谁最恐慌？谁最怕？不是马修强，不是民政党，是巫统。巫统很担忧，因为假使戴安娜·索菲亚能够在5月30号能够中选。 巫统完蛋了，对不对？巫统完蛋了，完蛋不说，明天完蛋，30号完蛋，整个将来已经是完蛋了。所以这次不行 ，is a battle between the future and the past, the battle between the new politics and old politics, the battle between the politics of Malaysians for justice, for freedom, for democracy, for good governance, against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rimination. 所以全，你看全国，不只是全国，全世界，安顺成为焦点。全世界有马来西亚人的，叫做 Malaysian diaspora。 我相信在全世界都有1-2百万的马来西亚人，在美国、在英国、在澳洲、在欧洲，他们都很关注安顺了。安顺今天不只是全国的焦点，安顺今天是全世界的焦点啊！ 你们一举一动会带动、会决定整个将来。我们行动党48年了，我们一路来就是要为所有的种族要塑造一个公平合理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要这样子做，我们需要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卡扎珊人、伊班人大家团结起来。 大家都以马来西亚是为争取，所以安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假使在安顺，华裔的选民能够支持戴安娜，我们就跨前一大步了，我们就可以告诉我们的马来同胞，华人能够支持马来人做国走议员，马来人也应该。 开始能够支持华人、印度人做国走议员，对不对？我们打破了这个种族的分离，那里乌统还有将来，马华完蛋，民进党完蛋，这个国政大完蛋了。所以。
是一个很历史性的一个赏识。他们说哇，很大胆的赏识啊，这样大胆啊，有可能会输啊。国政开始很高兴，国政开始很有信心，因为他们觉得新中堂一定遭殃的。他们说哪里可以的，在华人哪里支持马来人的，所以假使华人不能够支持马来人的候选人，我们新中堂在马来票会输得更惨，印度票输得更惨，华人票输得更惨，我们新中堂在安顺补选完全没有机会。你们可以支持戴娜吗？可以不可以？可以不轮肤色，既他能够为一个团结公平民主的马来西亚斗争，大家给戴娜大力的支持，可以不可以？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使命，在我这48年，这个相信是我对挑战性最艰难的意义，因为这个超越过一切的不选大选，这个是要打破整个政治的这个模型。以前的57年的政治模型我们要粉碎，要一个新的将来，好不好？所以我们今晚有我们的 Superman 邱冠耀也会大力支持整个新的政治。所以我不知道5月31号的成绩会怎样，哎呀不哎呀不呀，我还是很担心的、我很，你看我从 TV 开始到现在在安顺，只有昨晚赶去不给咕噜，因为最后的座谈会又赶回来了，上上下下狼老了，不是给尿来老了，来血尿了，旁边不要紧，为了我们的将来，为我们的子子孙孙爱拼家的呀，对不对？So this is a historic by-election, a historic by-election beyond an individual, beyond a party. It'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Malaysia. It'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politics of Malaysia. And if the DAP with Diana Sophia as a candidate, if we can win, it will spell the end of UMNO. It will spell the end of Barisan Nasional. Never mind MCA. Gerakan all gone down the dustbin of history. So I hope 你们安顺人民能够响应历史的呼喊，第二次写历史创奇迹，写历史创奇迹，谢谢各位。